大家好，又是我咸蛋哥啊！今天是星期日早上的9:30，跟住落嚟，我要去一个市场。优利市集是集合好食、好睇、好用、好玩的在地手作市集。今天是优利市集的5:00。如果想支持本地手作，不妨关注接落嚟的举办日子啊！哇！咁快就行完啦，大家嚟支持一下啦！今集嘅内容就到呢度为止啦，拜。